我是公馆列车长的109年12月19号，高雄捷运美丽岛站，美丽岛，美丽岛站，红线美丽了。21:30，出发，这次开往冈山，南冈山的冈山线刚刚开始捷运列车，冈山进站喽。开往冈山的高山线刚刚是捷运列车，在美丽岛站停靠了。开启车门。156便车。156编组太多了，我下面一个马站都叫不到几个人，真的就贵。那他等他关门。关闭车门，真的，拜拜。